哎，我知影你今仔日来是要做啥物，我吼无啥会用共看面相呢。师傅，你来知影，我人来够出得用意呢。啊，我若袂向上，你就唔免来咯。哎呀，走走走！好一个神机妙算，今天来到此地，为了好个军师一事。当初时，希望这点师傅会当帮忙带东西，为做好个军师，如今师傅你我嘛。我六经已经清净啊！你要叫我做护国军师，我当然我是无法度接受。啊，但是啊，你要叫我看人，我会使替你看卖啊。哪里希望这天师傅为我观看东边河边大汉？哪里带我观来？就开呢，八九。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叫我看这个人，哎呀，伊哦无适当，这个无适当，哪位人无适当？你甲看卖啊，这个人口条舌眼，这个人面容色素，就是哦奇奇怪怪，必定哦心思不正，心思。正哦，那呢？伊不能为这好国军输了，这点师傅。刚才你讲是第一个，你对好国军输虽然是无兴趣，但是我看倒唔是啊。有人要细藤啊，较甜。现在我推荐就是伊，要来做好国军输，你就讲伊无适当。最好兵器呢？刚刚你看人，就是看外表。洗手水到尾来断定，比写红章。你观看伊说讲师傅风言碎语，刚刚就凭伊的一句话，就会当断定一个人的好到尾。这个红爷，你咧讲的言语我是知影，不过红章啊，你就要共看清楚，什么人较适当做雕神，也是做皇帝。唔通别人的话，底下乱乱说。这点事，今日无你讲这句话的意思，是伫咧讲我心术不正吗？皇兄，既然在此争论，也无一个结果，不如你就听皇帝的意言吧。谁来？什么人较适当？什么人较无适当？空嘴薄舌，不如咱就和因一起斗量。这个。你说到互相起功夫，一起变低吗？是呀、啊，我有同意。我相信我的功夫绝对在你之上、啊。但可是这件事乎？这我当然，我会当该比试高量，但是到时唔通输个痛苦哦、啊。嘿，什么人要输个做到白啊？佫唔知嘞？既然这件事乎也同意，那安尼一来。摆架往到架头里去，观看双人刺下武器就是。摆架往架头，准备摆架往。